在长江监利河段翻覆沉没的东方之星客轮，昨天船身扶正后，搜救人员登船逐层搜寻。截至今天中午，东方之星客轮翻船事件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三百九十六人，等于是一夜搜出两百多具遗体。不过，生还数仍停留在十四人不变。